好，大家好。好啦，最近的新聞咧就好有趣嘅，突然之間有很多地可以起樓喎。以前冇地好困難喎，揾地鋪咗咁長時間，而家又揾到地喎。咁你咪覺得要中央前景管治好啦，係嘛？嗱，呢個係中央前景管治嘅好處啦。咁一口針冇兩頭利噶嘛。好啦，俾你香港趕人治港，你又治嚟治治唔掂。係咯。拖咁耐，喺房屋方面，為咗如果我哋萬寶路先生一急就有啦，港務辦主任啊讚你啊，上次冇讚錯佢啊，正明啊寶路啊，我哋叫萬寶路啊嘛，名牌啊大佬啦，有名牌效應啊，一急就有啦啊。咁今日食晏晝仲有個朋友同我講喎，話填地波咧即刻唔填地咯喎，仲要改例喎。改成規例啊，等佢唔好卡住啊，等佢快啲啊，咁啊啲嘢係咪幾好？話真名牌效應啊，咁你啲人成日話一果制唔好，一果制係咪幾好啊？落實啲實事嘛，要落實啲實事俾市民啦、啊。一張都冇兩頭利噶，你喺澳洲，我哋個我個姨仔澳洲搞起屋啊，整咗私人聽證會搞嚟搞去，過嚟過去十秒起唔揾到。有貼告示啊，冇人反對啊，乜乜物物啊，咁樣樣，人都會癲啊！佢呢個遊戲咧，有辣有唔辣嘅。你表面咧好似好批發個社會，但係啲有錢國家咧整呢啲咁嘢出嚟咧，叫啲窮嘅國家學咧，你就死㗎啦！你發展咪慢曬咯。係啊，係啊，你玩唔起啊嘛，係嘛？所以中國共產黨佢有理由噶，佢係走個制度至上，我自己行自己嘅路。但我哋唔反對行自己嘅路，但你行乜嘢路都好，你真要心術要正。你唔正咧，就算你條好路都變死路嘅。睇而家呢一帶一路，咁你出去搞事嘅人，我心術唔正，串謀外邊啲官僚嘅貪污，串謀外國啲官僚咧。剝削嚟當地嗰啲人，連份工都冇得人俾人做，又破壞你嘅生態環境，咪全世界變咗一鋪一碌咯。共產黨，你記住呢樣嘢，你搞咩制度，你都要保持個心術真係要正。你一正咧，就百邪不侵噶啦，自然有龍天護法幫你執得靚嘅。你心術一唔正咧，等於有啲人。外交部咁樣，佢就算扮戰狼都可以成功啦。但係佢因為佢心術唔正，佢嘅出發點咧為咗擦鞋去做戰狼，啊！習近平話喺個黨內開會，我哋外交政策咧要多啲鬥爭精神。嗰班友咪驚死擦鞋擦唔切咯，咁啊即係扮戰狼咁啊撲個街咯，自私啊！我為個人去做嗰個行為，你咪為個人去做個行為咧，你一定唔會出事嘅。對方會理虧噶嘛？我點解唔扮戰狼啫？你鬼佬黑到上面碌柒你啊！好似金仔咁射導彈添啊！唔止做戰狼啦，都閉同你講啊，成射兩肯過去啊！啊，當針都走嚟拜候佢啊，人哋一金握手啊，就佢心術正啊嘛。我真係為保護我嘅國家。你班友唔好踩埋嚟喐你啦，唔該曬。嗱，共產黨你聽緊住啊，你搞咩政策冇緊所謂。而家你國家唔肯妥協，你嗰啲幹部貪污腐敗嘛，收緊曬地冇公平分翻俾嗰啲地主啊嘛，啱啱話自己係家庭屋用啊嘛，香港一樣啫嘛，老百姓揾食咁辛苦，你就係啲咁嘅忽然愛國啊、投機分子啊、排隊啊。乜過走去蝕緊曬啲位啊，過分餅仔啦，咁咪死咯，就咁樣死嘅啫。民主政棍又甩係啦，邊同佢有做好事啫？佢真係為香港爭取民主咩？嗰兩個收人錢，係嘛？今日《東方報》都有賣啦，嗰啲咁嘅咁樣嘅支聯會啊，咁單單又收外國啲基金錢啊，咁嚟徵費啊，又擺上去籌款啦、啊，而家話嗰錢咧無厘頭唔見緊咗啊！交代唔到啊，啱唔啱啊？你就心術唔正，一定死嘅。
唔理你乜嘢政黨乜撚嘢都冇撚用。做任何事都係咁，因為阿萬寶路咧，佢心存正，因為接過任務，要解決香港啲民生問題。佢解決民生問題咧，佢希望佢政權穩定，香港穩定，佢都係正噶嘛。唔通我做政府望我政權冧檔啊？啱啱？所以佢所以啲人咧，而家個個都要跪低啦，要拎啲地出嚟啦。咁消除農屋同埋消除呢個劏房都係一個即係有實事嘅政策嚟嘅。好怪啦！你國際大都會搞緊做咁嘅。嗯。咁而家你攞啲地出嚟，你全部都話起公屋啊？嗯。咁咪好咯。咪好咯。咁咪你唔影響嗰啲炒樓㗎？唔影響私樓㗎。咁咪點解咧？你香港就算你啲樓價跌到3000蚊尺，都買唔肯起嘅啲人，佢又 hea 又周身卡數，又唔儲錢，邊有錢俾首期嘅？係嘛？嗯。係兩個市場嚟。兩個市場。但係咧都仲未夠快佢哋，佢應該走去大灣區、惠州啊、珠海嗰啲咧，嗰啲鬼樓啊，冇人住嗰啲啊，20-30萬。佢起公屋而家香港成100萬成本，我就買你現成嘅500-600尺實用嘅，就俾曬你香港啲上年紀嘅人咧，大批遷徙翻去住，有埋安老院，有埋香港嘅有病咧就直情有車翻嚟香港醫嘅。佢啲人唔翻去住又驚你國內啲醫療啊嘛，你知唔知啊？咁你咪仲快咯，換屋啊！我知道啲老人家，即係褪出去，咁啊啲人容易上樓，啲人即刻上樓，係啊，你幾多丟空啊？又幫國家疏導咗嗰啲荒廢樓，入30萬啫嘛，可能唔使添啊，係我當你30萬啦，中生嗰啲都係30萬，係啊，幾百尺咯，600-700尺添嘛，係啊，唔細㗎，都唔細㗎，唔細㗎，咁你好過自己起啊，香港政府，你褪翻出嚟慳幾多錢？揾啲工廈全部變曬啲青年賓館，一人一間。係啊，基層嘅。而家你咧，你哋大家就感覺到嗰個一國一制、一黨專政嘅帶嚟啦，係嘛？嘅能力係。開咩會啊？係嘛？佢哋快噶，但一黨專政咧，如果啲政策撲街咧，就死噶。嗯。所以你嗰、那個，所以習先生咧任重道遠噶，因為你權力太大啦嘛。一急，如果你諗錯嘢，或者你縮領咗咪好計。毛澤東就晚年縮領咗先死噶嘛。同埋你唔開放嗰個輿論監察咧，係危險嘅中國。你要開放嘅傳媒監察，有人及住啲黨員，咁你咪冇咁多貪官咯，貪都貪得鬼鬼祟祟啲啦，啱唔啱？不過希望即係盡快解決呢個基層嘅基層黨有能力嘅，你相信我哋支持共產黨就係佢嘅組織係有能力嘅，一拍板就到，嗯，啊唔使咁撚多程序，嗯，好啦，第二個問題咯，最近咧就新聞報道咧有一個好有趣嘅圖畫書《狼與綿羊》嘅故事圖畫書喎。嗱，我冇深究啊，嗰本書我未睇過。我都未睇過。我都係根據新聞報就話佢咧係有造謠中傷中國煽動啲仇恨嘅種子乜乜乜乜。咁咧有啲人咧又炒到咧就以人入罪啊，話寫本公仔書啊都俾人哋告啊咁。呢個我哋暫時保留。好啦，你政府可以告人嘅話，你有權起手，有公權嘅，你中意告。你咪告咯，但佢未講咩噶嘛，有冇罪都未知噶嘛。但好啦，如果你一個聰明嘅政府咧，係唔需要畫爛塊面嘅。你就算你話你攞位，都唔需要喺呢啲地方攞位，寫兩本公仔書啫嘛。你俾你擔保出嚟，等法庭公正嘅裁決，係咪會服眾啲咧？嗯，就變咗你個形象咧，冇俾人哋咁反感啊。即是司法用司法 去做。但你用司法而家你用得嚟咧暴力啊嘛，過咗6年，只兩本公仔書啫嘛，我都唔知嗰本乜嘢，都冇咩人買啦。即等於梁振英嚟香港搞港獨，嗰個大學攞本文言嘅雜誌出嚟就抄兩句説話話港獨一兩樣，唔得服眾啊！如果你個政府做一個行為出嚟唔服眾嘅話咧，你就自己咧
剝削自己的 公信力、嗯、咁究竟香港是這班無間黨去破壞共產黨的形象呢？明知現在在外國這麼多勢力他針對中國共產黨的嘛、嗯、又破壞人權又破壞法治嘛，又濫用權力的嘛，現在你香港這班人都是柴仔，不知道你有心還是沒心。任何人都共產黨的，你的幹部聽緊住小心啊，他未必有心害你，一個人蠢把領住上位，搏上位搏擦鞋咁就死緊咗。一個一啲人人蠢堅自私嘅人咧，佢一去搏上位，一個就唔諗你個行為嘅效果，你知唔知啊？唔理到你嘅行為咧會傷害到邊個，又唔理到行為咧會傷害到老闆噶啦，佢冇諗嘅，佢諗住我邀咗功，立你呢個功績，保住個位，或者搏升官，咁咪做嘢。俗稱叫渣子雞毛當令箭，他沒有顧慮的，他不會想的，他是講輸贏的，那個博弈論來的，不理他用什麼手段，只要我看到目的我做到，或者我聽個主子的話我做到他要求目的，我升官的了、那就做得到盡了，我做到事嘛，這樣是的，那他做事過程怎樣傷害人，怎樣傷害到自己，怎樣帶來的社會的創傷呢，他們不會想的，個腦完全沒有這個觀念的、嗯、只是看到個結果而已，這個很非常危險的思維來的，大家一齊齊的，包括民主黨一兩樣的民主黨、啊、我想加入為了爭持理想，那就不忍你個社會的後果嘛，有你幾百萬香港人就被這些慢慢民主鬥士政棍害死、啊、我們兩邊都鬧的，因為由頭到尾兩邊都鬧的嘛，即是完全是冇腦的行為，是自私的行為，一句說完了就自撚先，包括你的大律師啊、公民黨啊、泛民自撚先說完了，整班不加產啊！有你覺得乜撚嘢支聯會啲啊籌兩錢，而家咪報紙買出嚟咯，唔見緊咗有五百萬唔清唔楚咯，袋撚落邊個袋啊？啊！又爆出嚟收美國佬錢咯，嗰啲基金錢咯，係咪啊？咁基金俾錢你，佢就俾翻翻份自己噶嘛。嗯，佢嗰檔嘢唔係咁咧，就冇得揾食噶嘛。周圍搞屎棍噶，好撚慘噶。未必代表美國政府喎、哦，佢登記個名叫美國乜乜基金會啫喎、哦。有個人啲教廷錢又有，有人話點人點紅點綠點啲傻仔捐錢俾佢又有。咁咪要做翻啲嘢俾人睇喎、哦。好撚亂撚龍噶，而家個世界。所以這些時空呢，大家年輕人呢真的要小心，不是說想去搞些政治沒利益的，特別現在風頭火勢沙塵滾滾濕在坐牢，你看幾多人著草，那 KOL 啊香港你都知道啦，最近那些什麼7月19日、嗯、BNO 最後一日好像有不用申請就可以上飛機過去英國那裡的，是咩？係七月十九號，所以可以機場好多人就走啦、哦。你之後咧過咗七月十九號之後咧，你就係先申請。唔係啊，你過旅遊唔關事㗎，旅遊得㗎。先申請 BNO 先啊嘛。唔係，佢而家你人你用特區護照得旅遊㗎嘛。啊，旅遊可以。旅遊咯，係咪啊？咁嗰日就機場好多人。咁你個世界？人來人往的香港，即自己有權選擇，是你是不是覺得適合？你八九民運又走一批人，回歸八十年代又走人，走了又回來，沒有對錯的，這些自己、這個、但你還有一樣興奮的，就是自由嘛，是啊是啊是啊，那就自由出入個人的選擇，那你中國政府是不理你的，你走了他就落多些人下來，大把人中國你聽過人嗎？一人管之萬，香港14億人還不夠的，擴大個版圖，我成叫你將個珠海一部分交咗俾香港噶，咁啊大把地用啦，蝕一忽過去，即係將啲大學啊、間房啊全部搬緊曬過去，哇！剩翻個香港中文、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幾靚啊！大學用地，嗰間房好靚啊，尺寸大豪宅嚟噶，起百達噶，係啊，有沙灘噶，同埋你嗰啲間房咧個消費冇咁貴，而家咪$8,000一個月，我喺大陸派一兩個幫板嘅人過去睇到。用翻當地的大陸人管嗰啲人，個工資低曬，全部低曬，成本低曬，$3,000搞掂你一個，$18,000一個大佬，
冚家產，你嗰陳振聰你坐監坐咗八年，咁、啊、你有咩兩個人？社會嘅費用，社會賠償啊，社會成本係咪啊？佢因為犯罪，我哋賠償㗎。係。好啦，你個醫院都係㗎，你嗰療養院咧有啲係休養㗎嘛，又唔俾佢出院，又有人睇住佢喺大陸咯。香港咁撚貴啲地價。人工又貴啦，醫護好貴噶。係啊，嗱呢啲係要靠阿爺啦。你知道香港就係殘官乜撚都做唔到啊，啱唔啱？大家之前一黨專政啊，俾啲威力你睇下，即刻有地，係嘛？好，係咁先。好，唔該曬。